投資啊！我努力投資緊大頭菜啦，有500萬身家，富翁。增值自己啊！我會認識一啲有價值嘅人咯，唔同方面都有幫助。幾年前為咗追男朋友減肥減咗7kg 咯，係成功咗嘅，不過而家增肥翻。去為咗自己未來嘅職業去讀翻同等嘅課程咯 ，beauty 美容，學下整嘢下嘢食咁樣咯。你有冇留意啊？你個位 ？OK 嘅 ，OK 嘅，係唔錯噶，係。增值吧，通嘅我就成日做嘅。如果講增值自己，我就少啲咯。買完隻股票，最終佢停咗牌，到依家都未復牌咁樣咯。經常會俾啲女仔笑我咯。男人老梗做啲咁嘅嘢，我都唔會在意佢哋點睇，做翻自己咪得咯。我有一次整個咖喱魚蛋啦，你落咗啲菜脯落去，食食下都覺得唔好食咯。但係佢又都食曬佢嘅都。冇啊，女朋友整都冇辦法啦。50万投资点咩啊，大佬买部电话都依家可能唔得啦。以小博大咯，可以话。即系赌底心态。啊，我应该系啦，我谂系嘅。5000蚊月供咯，我系讲紧。月供保险都得，月供基金都得噶，系咪？咁你又会点样去投资咧？上网睇评论定系问朋友咧？上网睇评论。上网睇两样咯。問朋友講得嘅應該都冇錯嘅。如果 friend 係咁叻嘅，佢發咗達啦，係咪我真係唔識啦，咁我會周圍問咯。點樣就炒窿咗半地。平時啲人點解會蝕錢咧？你覺得係唔夠眼光啊，定係唔夠定力咧？唔夠眼光，定力咯。定力唔夠係即係輸錢皆因贏錢起，賺得多咗咁一迷失咗個方向，咁咪蝕錢咯會。如果你眼光好，買緊覺得將來會 hit 嗰樣嘢，咁咪會賺多啲咯。可能有時太貪心咯，有時又自己驚得滯咯。自己個思維能力咯，而家啲嘢係要分析得好清楚先可以去做嘅，唔好單靠自己啲幸運啊。樓咯都係，因為股市啊、外幣都浮動大啲，我覺得樓平均地上升緊嗰個價值。投資股票會係容易去成功啲咯，即係你研究多啲嘅時候，你就知道投資啲乜嘢好啲咯。一定係投資喺自己身上啦，提升自己能力，為自己未來打算，呢個永遠都係最好嘅投資。